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尤其是未经官方认证，未经官方认证或宣布，不得私人发布任何关于疫情的任何消息。我明确告诉你啊，高尔夫目前官方没有确认病例，明白吗？那哪个地方会通知官方发布？你看官方通告啊，没有官方通告不能随便发布，一旦发布造成社会影响的，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啊，现在我们要求你立即纠正你前面的宣传，一个是删除，第二个再发朋友圈，对前面你发的信息进行纠正。啊，你就说，你说，哎呀，可能刚才这个上一条这个信息也不是很准确，如果有大家带来困扰，我们表示感谢、抱歉之类的，啊，你自己往后影响。首先对你进行训诫，如果你拒不挽回影响或拒不道歉呢，我们按照法律要求对你进行追究法律责任，啊，依法处理，明白吗？现在全国都这么。